南哦，你绕跑去越南啊，遭通缉哦，说你不会回来了。胡说八道，我哪一个艇没有去开？现在台湾吗？我在美国。他说你投资越南什么赌场，然后欠债数十亿，债务的状况是？那个是个人的事情啊，个人的事情也我也没有必要说是像大众讲的那么明白，对不对？这没有的事情，那你怎么找得到我？你们记者打来，我有哪一通不接？越南哦，你绕跑去越南啊，遭通缉哦，说你不会回来了。胡说八道，我哪一个艇没有去开？现在台湾吗？我在美国。他说你投资越南什么赌场，然后欠债数十亿，债务的状况是？那个是个人的事情啊，个人的事情也我也没有必要说是像大众讲的那么明白，对不对？是。这没有的事情，那你怎么找得到我？你们记者打来，我有哪一通不接？那有黑道来找你追债什么的吗？那报道没有了，根本就没有这，是空穴来风。这个大过年你不要开这种玩笑，好不好？那你现在在美国是过年还是在处理债务？我是本来的行程就要来的。待多久回台湾？过年后吧。哦，